坐火车。只要小伙精神在，到哪都是实力派。为了向你们证明我真的有2米3，所以说我要在镜头里当着你们的面量一量我的身高。150加24，150加24，哎，刚好2米3。好吧，我承认我确实没有2米3，但是先天不足，后天来凑，我可以通过拉长的脖子来达到2米3的效果，就像这样。看世界是不是变得不一样了？可以直接看到上铺是什么样子，这样肯定有2米3了，绝对有。所以说今天我就要举着这个相机举一天，我们走，今天就是2米3的一天。哎，我去。你们千万不要觉得现在画幕中你们看用这个视角看我很奇怪，谁还没有个女朋友啊？这可以是女朋友视角吗？2米3的女朋友很罕见吗？不罕见啊，是吗？走吧走吧，不丢人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好，请问去地铁站多少钱啊？啊，多少钱啊？55块钱。哦，走走走。怎么办？这个车限制了我2米3的身高。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2米3的话，我这个时候应该弯着头。应该。真实感受一下，真实模拟2米3的感觉啊！脖子好累，算了，不玩头了。那你放着草都没有分开。靠，太沙雕了。大哥，那小子干啥呢？贴这儿，只要小伙精神在，到哪都是实力派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这个开着呢。啊，开着呢，录像呢。刚刚过安检的时候被安检小哥拦下来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：举止怪异容易被当成坏人。我太难了。高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看我，觉得他看我应该不是因为我举止很怪异。能看到吗？我不仅是举着一个相机在头上，还举着一个手机在左边，太丢了。现在我要去取票。我在拍一个视频。我不是网红，我就坐着玩。没有2个小时才开车，但是现在这里人特别多，根本就没有座。我的包还挺沉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视角了，应该这么拍。抱歉抱歉。可恶，又碰头了。个子高的生活真枯燥。原来2米3的人坐火车，这个座椅的靠背是不影响他的视野的。有点饿了，今天一天还没吃饭呢，所以说现在我要先吃点饭。我盯上了一家包子铺，但我感觉我举着这么两个，举着一个手机，再拿着一个相机进去，可能会被当成记者之类的。你好，请问有饭吗？啊，有饭吗？
黄油有包子啊，包子包子也行，吃点包子。现在是2.3米的人吃包子的画面。身高2.3米吃包子真的好累，要把手举那么高。在这里我也建议正在看视频的你不要长到2.3米，因为长到2.3米会真的很麻烦，生活中处处不方便，所以说只需要长到你现在的身高就可以，只需要你现在身高